日本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Kenzo 品牌的创办人高田贤三，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，病逝于巴黎近郊的一间医院，享受81岁。高田贤三1997年创立了 Kenzo， 作品是以华丽印花闻名，是第一位在巴黎时装界闯出名号的日本设计师。而 Kenzo 在90年代被法国精品龙头 LV 集团买下，高田则是在1999年宣布退休。 他今年1月才推出了高档的家居品牌 K3， 现在时尚界痛失一位传奇大师。网上看新闻，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